我是阮念初。怎么是你？对不起，我走错了。你没走错，和你相亲的人就是我。Make your smile, keep it all the time. 走。你一个有女朋友的人，为什么要来相亲？我没有女朋友。那你和李小妍？工作关系。可是那天在宴会上。阮小姐，我们现在在相亲。那你可曾听说过一个叫丽的人？阮念初，现在和你相亲的人是我，厉腾。不要在我面前提别的男人。你的微信名0714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？没什么特别。很巧的是，7月14号也是我跟厉相遇的日子。阮小姐，我不是任何人的替代品。如果你在上一段感情中走不出来，想在我身上找到其他人的影子，那我劝你还是不要相亲。上车。坐这里。不了，我想坐后面休息一会儿。你要干嘛？你干嘛呀？